他是因为太爱你，才不接受我。我一定会争取加分减刑。将来证明了我的清白，改造出的成绩，他会对我也有看待。向阳，只要我相信你，这就够了。不管最后深渊能不能成功，我都会等你出来。但是你一定要答应我，你要在里面好好改造，不要再做傻事。 送去了，啊，伤了筋骨没有？没有，没大事。哎，真替赵姨觉得不值。他当初啊，要是早跟了曾伯伯，现在这日子也就不至于过成这样。以后曾家的事儿啊，少管。老一辈的恩怨呢，哎呀，说不清楚。 要由又是您让我给赵姨送过去的，现在又来赎我，不是？哎呀，我不是心疼你赵姨吗？妈，挺晚的了，别缝缝补补了，赶紧睡吧。这日子过得是真快，一眨眼，这一天又过去了。是啊，日怕过午，年怕中秋，这又一年过去了。 妈呀，又老了一岁。妈，谁能不老啊？我跟芳芳啊，陪着您，我们一起变老啊。行，陪着我，耗着我还不错。哎呀，你说这些年呐，我一想带着你们俩呀，妈就老了好几岁呀。哥哥，你看没有？ 带不亲的玩意儿啊！这睡着觉的叫的都是他哥。这是骨肉亲情，撕不烂的。再说了，他哥哥在里边，不也天天惦记着他吗？是，人家是骨肉亲情，咱们是啥呀？赔人赔钱，嘿，一生都还不清的账。你妈现在呀，是没办法了。 打也打了，骂也骂了，只能陪着你等了。哎，你妈这辈子可没矫情过呀。当时呢，你爸走的时候，你大伯来送的信儿。我当时一听着，我一仰脖就昏死过去了。等我醒来的时候，我就像个木头人，一句话都没有。 我拿着扁的呀，我就跳水去了。我一边走啊，就一边想：老天爷呀，你拉走了我最亲最亲的人，可他都不知道，这肚子里呀，还留个宝贝。我就冲天呐喊呐，我说他爸。 你就放心的走吧，我要是生个儿子，我还让他当兵；要是生个闺女，我就护他一辈子。这人世间的事儿啊，什么鬼道的多了去了。这太阳要是出不来呀，就是老天爷把他拴住了。 老天爷要一睁一闭呀、啊，这天哪就一晴一阴。世上的事儿啊，都是安排好的，谁也说不清。老天爷该睁开眼了，太阳该出来了。行了，别说这些没用的。
明天太阳出来了，你就把小饭票的鞋拿出去给我晒晒。哎呀，这冬天马上过去，春天就来了。睡。哦，哎。春天来了，就都好了。到底怎么样？你老实说。报告政府。字写得很好，哼，这可不是你曾向阳，你拍我马屁干什么？啊，我写字几斤几两，我心里有数。关教，我还想问问李大炮的事情怎么样？你问他干什么？李大炮是我的朋友。李大炮越狱已经形成了事实，那后果是什么？你很清楚。他很可能越狱不成，反而被击毙。你那阵子缠着他，跟他形影不离，我就看出了蹊跷。以后犯人内部有什么不良动向，要及时报告政府，不要自作主张。关教，我会及时补救我的错误。至于李大炮，我一定能说服他。我只想请求你能给他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。被关了小黑屋，又加了两年刑。怎么着？我听说你最近跟许大头走得挺近的。是，我一直在跟他切磋书法。你少装糊涂。你这也是从许大头那儿回来吧？对。知道炮哥最恨什么吗？我最恨的就是吃里扒外、出卖朋友的叛徒。曾向阳，我没有你这种王八蛋的兄弟，从今以后，你我势不两立。老婆，你误会我了。不愧是有文化啊！好日子在后面呢。这回知道出卖朋友的下场了吧？知道。你他妈就是嘴硬。求求炮哥，看在以前的情分上，我放你一马。
天，劳改农场要举行一场乒乓球比赛，你好好表现，啊，得了好成绩，给你加分。来，记好了啊。咋回事儿？再来。啊？再来。再来，再来，再来，再。注意集中啊。哎，咋回事儿？今儿怎么了你？不在状态呀、啊，没事，搬砖的时候扭了一下。我看看，是不是李大炮？没事，一点皮外伤。徐馆长，我会处理好的。那不行，玉有玉规，不能因为你不报告，我就网开一面。报告，我身上的伤是自己摔的。你为什么要袒护李大炮啊，徐管家？只要你不追究他的责任就行。我这回只是伤了点皮肉，可大炮伤的是心。我也被朋友背叛过，我知道那种滋味，像是在油锅上熬着一样。大炮就是想发泄一下，心中有邪火，总得找个出处吧。我还撑得住。咱往好处想，只要他还惦记想报复我，就不会想越狱了。不行，李大炮已经变成了地雷了，说不定还会干出什么来。再说你也撑不了几天，我把他调出你们号子，你千万别把他调走。大炮是我的朋友，徐馆长，您再给我点时间，我会有办法的。小燕，请你务必帮我找到小燕，她是大炮的心病，也是他的心药，只有小云才能够阻止大炮越狱，帮助大炮安心改造。走，我们去玩去。快一点，小云妈，有人找。大妈，我是来找小云的。哥，爹还在地里等着你呢。啊。你快走啊！哎，快走，快走啊，走！哦，喝水，谢谢。嗯，你是公社里的干部？是李大炮让我来见你的。你是李大炮什么人啊？我是他弟妹。你别骗我了，他家里人早死干净了。我没骗你，我的对象跟他在一个劳改农场的号子里，他们俩是好兄弟。小云，李大炮他想见见你。见什么见啊，我马上就要嫁人了，我都写信告诉他了。就是因为这样才要见你一面呢。你都不知道，李大炮他真的没有你不行，他现在整个人都已经……他怎么样跟我没关系。李大炮这人，他就是个灾星，谁沾上他准没好事儿。别说见他人，见他字都要背晕三天。李大炮，
我告诉你啊，我们不认识这个人。你是谁？干什么来的？妈，他是公司里的干部，就是来问问当初李大炮的案子。啊，没什么事啊，你快回去吧。啊。你还是走吧，也别再提李大炮。小云，大炮他就是想见见。哎，小云，你快走啊！你听我说呀，大炮他就是想……走吧，我不听啊！只是想见见你，快走啊！听我把话说完嘛。你怎么还在这儿？你不答应见李大炮，我就不回去。小云，我都打听过了，你哥要娶媳妇儿，可是你们家没有彩礼给你嫂子家。你要嫁给你嫂子家的哥哥，这样的话，你们两家就不用互相给彩礼了，这叫换亲，对不对？我哥都快四十了，再不去，老孙家怕是要绝户了。换这门亲没啥不好的，够划算。那李大炮怎么办？他可是因为你才……少跟我提那狗东西。这门亲，我乐意也好，不乐意也好，都得换。你回去告诉李大炮，我这儿他是排不上号了。等他放出来了，要是真娶不上媳妇儿，我帮着他张罗，我欠他李大炮的，我这辈子一定还清。小云，你是喜欢李大炮的，对吧？喜欢你的啥用啊！李大炮，你个狗东西！我是想等你一辈子，可是我哥等媳妇是等不了一辈子的呀。你回去告诉李大炮，让他死了这条心，不要再找我了。小月，你等我三天，好吗？说声对不起就这么难吗？注意静养啊！李大炮，到。交给你一个任务，是，要么照顾曾向阳，要么住单间，你自己挑。我照顾曾向阳。管教，你怎么总跟我过不去呀？你心里不清楚吗？我哪知道啊，他自己干活不小心砖给砸了，那我不知道。
关不关你的事儿，你心里最明白。哎，行行行行行，都是我的错，都是我的错。我也打饭了，行吗？去吧。是。你为什么要指命李大炮找你？啊？他都害得你骨折了，你再这样被照顾下去，你的伤就别想好了。还笑？还有两口，你吃了吗？谢谢你，大宝。甭他妈说反话啊！还谢我？告诉你啊，照顾你是为了不连累我那帮弟兄。你放心，我不会告你们状的。老子帮你告啊！要告状，还轮得到你啊？你他妈也不好好想想，你都干了什么事儿？老子对你掏心窝子，你冲老子背后捅刀子。大宝，你觉得我是背叛兄弟的人吗？你冷静想想。去去去去去！还用想什么？你就是想早点出去见陆小样那小娘们儿，想加分减刑，跟我玩阴的。老子最恨的不是你卖了我，是你卖了我不承认。我他妈真是瞎了眼睛看错人了，陆小样也看错人了，也他妈等错人了。你他妈就不配，就这个饭你也不配吃。饭没了，水管够。说，水管够喝，你也不能往死喝呀。想尿尿了是吧？来，炮哥帮您看看，关键时刻还得你炮哥。来来来，搂着，来来尝尝你。哎，谢谢。来来，先把鞋穿好。
来来，炮哥扶你啊！来，搂着炮哥，哎，起，走着走着，哎，啊啊啊啊！你这么大个人，怎么这么不小心？啊，来来来来来，来，哎呀，哎呀呀！来，躺好，躺好，来。啊！哎呀，就是炮哥粗手粗脚的，也不会干活，没照顾过人呢。来来来来来来，哎呀，这伤筋动骨得100天呢。来来来，好好养养吧。来来，不歇脱。哎，对了，还没尿尿呢。来来来，哎对，来往谭瑞那尿。来，别动，动。不谭瑞，我没弄错、啊，没有。他就说找李大炮。看什么看啊？不认识了。坐下。小云，你咋来了？不是你这，你真嫁了啊？哪个男的敢娶你啊？你告诉我，我弄死他！你把他叫出来，叫出来！住嘴！有你这个王八蛋在，谁敢娶我？横什么横啊你！你还想打人？你坐牢坐上瘾了？你要是真坐上瘾，不想出来了，就趁早吱一声，我就不等了。啊？喂，那，你没嫁人，是吧？你要是不好好改造，我明天就嫁人了。不不，我一定好好改造，我一定好好改造。哎，不对呀、啊，那你为啥写信告诉我要嫁人？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怎么样，感觉好点吗？平时这条腿可千万不能碰啊。李大炮，到。从现在开始，你要好好照顾他，这条腿可千万不能碰了，要是再出现问题，可就麻烦了。保证完成任务。你小子跟我玩阴的是吧？阿爸，你别激动，别激动。我能不激动吗？啊！知道谁来见我了吗？知道我去看谁了吗？小云，小云，小云没嫁人吧？那当然了，小云说了，这辈子除了我李大炮，谁都不嫁。行啊，你是真有文化呀、啊。把小云给搬出来了，这个好我不念你的，知道吗？我念陆小燕的好，哼，真行啊！想他妈用这招来软化我，感动我，门都没有。炮哥，哎，来信了哈！哎，小云的那是，哎呀，我的小云又来信喽！谢谢狗哥，有病我啊？没有，来来，就来你的。哎呀呀！哎呀呀呀！
秀才，是炮哥对不起你，是炮哥误会你了，对不起，啊。要不咱换个方式，怎么样？你想怎么打就怎么打，只要你能原谅我，来，往这儿来。这么好一把椅子，拿来敲你的榆木脑袋，算是糟蹋了吧？我是榆木脑袋，我是猪脑袋，赢了吗？哎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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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都怨炮哥，都怨炮哥，啊，那你说你怎么才能原谅我？你说。我想想，想好了再告诉你。他妈这个他妈死猴！向阳，我这几天把肠子都给悔青了，真的。你说这感情破了，怎么比天破了还难补啊？啊！娘哥怎么补偿你？上刀山，下火海，我要是哼一声，你们就管我叫炮姐。这可是你说的啊！要怎么做？你说，除了小云不能给你，要炮哥我的命。都行，我不要你的命，我就要你一句话，你必须发誓，在坐牢期间凡事必须听我的，绝不再惹是生非，老老实实出去娶小云。就这事儿？就这事儿。别说坐牢期间，就是出了这个劳改农场，我这一辈子都听你的。好，男子汉大丈夫，一言既出，死马难追。大家都给我听好了，我李大炮就听曾向阳的，曾向阳说什么我就做什么，绝不含糊，如果含糊就天天挨枪子儿。李大炮，喊什么呢？下来，都干活。满意了吧？不满意。嗯，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，是驷马难追。你这文化课还得好好跟我学啊，要不你出去以后，别说是我教你认的字，丢人。我一定好好学，一定好好学。哎呀，你都不知道这几天把我给憋的，我就想到以前给你受的那苦，我这肠子都悔青了。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这几天把我可给憋坏了，像泡在黄连里一样，被小云忘了都没这么苦。你要是再敢犯错误，我就写信给小云。一定不犯，一定不犯。这许大头的脑子又短路了，听说下午咱们怎么着要学理发去。咱们都是光头，跟谁理发？是啊，他不会让他那大脑袋让我理吧？他也不怕我，咔嚓！哎呀，他呀就他妈应该回到他那法院去，真的，整天整那些没用的玩意儿。你说咱们出去了，谁的脑袋敢让咱们理？我是什么什么法院？我也是听那个号子里刚进了一个贪污犯说的，这个许大头原来是法院的院长。可惜不知道什么言论反动了，给他安排到这儿了，当咱们管教了。现在四人帮倒了，官复原职了。
哎。听说您要走了，是。你以前是法院院长，是。那你这次回去也是当法院院长？对。你怎么不提前告诉我们？我不想因为我的调动给你们造成影响。既然你来问了，那就以此做个告别吧。不管我在还是不在，我都希望你们继续好好改造，争取政府和人民的宽容。徐广教，您当了法院院长，是不是就能为有冤情的人伸张正义？这是法院的职责所在。徐广教，我就是被冤枉的。向阳啊，我必须告诉你，身为法院院长，我有权利有义务尽最大的努力保证这个社会的司法公正，但并不意味着我就可以优先对我身边的人在法律面前求情，甚至是网开一面。不是这样的，我真的是被错判，我受的冤枉太大了。哎，何厂长吧？哎啊，我叫许文平，我是法院的。啊，来向你了解一下曾向阳的事情。曾向阳是吧？这孩子应该说是个好孩子。你知道今天上午我一到院里来欢迎我的是什么吗？是什么？是这些要求平反的申诉材料。十年动乱，黑白颠倒，整个世界翻了一个跟头，有多少冤假错案等着我们去审理。党中央拨乱反正的精神已经明确下来了，现在就是我们扎实做工作的时候。我今天要讨论的第一个案子，就是我从微山老农场带回来的。有没有冤情，我们现在还不能定论，这要等案件审理后，我们才能清楚。但是，我们的职责，就是要让人有说话的地方，要让事实有被澄清的可能。白杨树下，操场变得大，青春如歌，笑和泪喧哗。
双眼，唯有心里爱不变。多少年无奈离散，多少次心呼喊，忘了时间，忘了从前，忘不了你我约定到永远。岁月改变了容颜，固然时过境迁，白了黑发，花了双眼，唯有心里爱不变。多少年无奈离散，多少次心呼喊，忘了时间，忘了从前。